谢谢夫人，可是我一连吃了五大盘，不能再吃了。我也是的，很饱，吃的东西太诱人了。希望你们再留点肚子，吃我特意准备的。哦哦，魔王又要干什么坏事了？我的水晶球一亮，说明魔王再想坏点。当它变成红色时，说明有麻烦，大的麻烦。我们来看看魔王究竟想干什么。这样就可以叫那些讨厌的降妖队员没法捣乱了。太好了，陛下！可怎么才能回到公元前49年？很简单，布拉特拉，只要我动动嘴就可以了。我能提个问题吗？什么问题？如果在古罗马就有罗马妖怪马库斯·潘德姆斯准备帮你的话。我们俩该干些什么呢，陛下？你们只管照我说的去做，听清楚了没有？哎，听清楚了，勇敢的陛下。很好，现在开始行动吧。我得通知马库斯·潘托莫斯把凯撒的桂冠弄到手。你听见了吗？现在开始行动呀！你说起来真是那么轻巧。他想要凯撒的桂冠。什么是凯撒桂冠呢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我有一位女祖先，她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预言家。事实上，她曾经当过凯撒的私人算命先生。那她一定见过埃及女王了。行了，艾迪，让夫人把话说完。有一次她预测到凯撒有危险，结果救了她一命，于是凯撒送给他一顶有魔力的桂冠。有魔力的桂冠，哇哦！从此桂冠在我们家族中代代相传。可现在可恶的魔王想要把它偷走。现在桂冠在哪儿？在我这儿。这顶桂冠使我能够知晓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。如果桂冠落在坏人手中，比如说魔王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可魔王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这儿。他并不想从这儿偷走他，他打算再回到过去，回到古罗马，从那儿把他偷走。那就是说他可以改变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。不仅仅是这样，有了这桂冠，魔王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。再对你解释一遍，魔王要我们把基地的翅膀剪断，叫它飞不起来，对吗？很对。他如果飞不起来的话，他就不能回到过去，对吗？很对。他如果不能回到过去，那些降妖队员就不能在马库斯·潘托莫斯抢凯撒桂冠时捣乱了。现在让我们行动吧，孩子们。我没法让魔王放弃他那可怕的计划，我想我只好也回到过去，尽力去制止他。我们和您一起去。可是这也许会非常的危险。朋友就该患难与共。谢谢孩子们。我们叫上 Tracy， 然后就一起出发去古罗马，回到公元前49年。哦，我们遇上麻烦了，我的每个关节都很难受。如果我告诉头你临阵逃脱，你就不会仅仅感到关节难受了。好吧，好吧，万一出了事，可别怪我事先没警告过你。好好听着，我们要做的只不过叫这辆基地车不能再飞起来罢了。你说还能有什么事？不要这么大意，
快快躲起来。来吧，吉比，我们又有任务了。哦，放开我。原来是你们呀，真是太好了。吉比看到我们怎么会那么高兴啊？你没事吧，吉比？我刚才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胆小鬼和弗拉特拉特鬼鬼祟祟的企图炸掉我的轮胎。的确很奇怪。是啊，他们根本不敢到这一带来。别逗个没完，你这个不中用的胆小鬼，我们得去降妖总部找吉比车。你还等什么？快给我下来，快点快点。我动不了了。这样好痛啊。这下我们可以走了。我的左膀子还在你那儿。真有意思，我的鼻子直抽抽，附近一定有妖怪。也许你的鼻子判断失误。我也感觉到了，杰克。我们最好出发。好了吗 ，Tracy？ 我准备好了。来吧，伙计们，准备出发了。降妖队出发！家伙该把自己称作虐待汽车者。吉比需要另一个消音器 Tracy， 装在他嘴上。笑你自己太傻帽。设定时间网络，来吧，来不及剪掉吉比的翅膀了，我们必须和降妖队员们一起到古罗马去。这回我们要去哪儿？我们到了，古代罗马。嘿，看，一个足球场。那是大竞技场，常举办马车竞赛。准备降落 ，Tracy。我明白。哦，快看，那很像是你的马车，夫人。那就是我的马车。他在我们家已经有很多事迹了。我们去和那些吉普赛人谈谈，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在这儿，我们需要他们帮助。哦，我的骨头好疼啊！别磨蹭，笨蛋，我们要剪断吉利的翅膀。谁呀、啊？有人吗？赶快离开这里，我们得另想办法。这一定是我的幻觉。如果魔王真的偷到了那顶桂冠，我的家族就会被毁灭，整个世界就被毁灭。这是我听的故事中最有趣的一个，再讲一个好吗？你不至于指望我们会相信你的故事吧？开始我还以为他说的是真的。这的确是真的，我一直在等待你们，我是用牌算出来的。他尼亚的牌还算出我们到了罗马城后会受到国王般的待遇。明天一早我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试着见到凯撒，然后告诉他这个故事。那样就太迟了。可凯撒现在不在罗马，他明天才会来这儿。那么我们必须今晚就找到他。快把马套上。我们设法挤到前面去，塔尼亚。为凯撒让道，为凯撒让道，也为凯撒的算命家让个道吧。站住，在凯撒过去以前，谁也不能踏上街道。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见他的。怎么停下来不动了？
究竟出什么事了？我们是算命家，我们来警告您，今晚千万不要走上那座旧桥。你说我们，还有谁和你一起？我们，你们是一起的吗？是的，伟大的凯撒。把他们抓起来！没有哪个算命先生不是在算计别人的财产的。可是您弄错了。快把你们的手拿开！你们必须相信我们。停下！什么是伟大的凯撒？我们是算命家，我们来警告您，今晚千万不要走上那座旧桥。你不舒服吗，阁下？不不，我没事，没事。我们得绕道走，不过这座桥了。可是阁下，它很安全，我们有400个士兵刚刚从上面走过去。也许是这样，可是刚才那个女人说的话……脚塌了。吉普赛人说对了，即使我们逃出去了，艾迪也没有办法拿到夫人的桂冠。嘘，有人来了，你们几个都跟我来。站住，谁在那儿？我把这些犯人带到蟒蛇湾去。好，你们可以过去了。听见没有 Tracy， 蟒蛇湾那肯定到处都是蛇。我们最好从这儿逃出去。不行，艾迪，到处都是士兵，说不定那儿比地牢还会好些，说不定那儿还会更糟。哇哦！进来。首先，我要向你们道歉，我原来不相信你们对我的警告，可是那座桥就像你们说的那样，全部塌掉了。我很高兴您没有受伤，伟大的凯撒。士兵们没受伤，我也很高兴，是你救了大家，为了表示谢意。这金桂冠是埃及女王送给我的，她说她具有魔力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。万岁凯撒！万岁凯撒！我喜欢这呼声。现在是我们偷桂冠的好机会。哦，可是魔王只叫我们剪掉击毙的翅膀，让马库斯潘德莫斯去偷那顶桂冠吗？你这笨蛋，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抢到桂冠，魔王会怎么待我们？哦，好极了。对，好极了。现在你在这儿好好待着，我要把自己吹成一个大大的幽灵，去把那些吉普赛人全都吓得魂飞魄散。出什么事了，塔尼亚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突然间我感到空气变得冷飕飕的。桂冠，你把它放哪儿了？哦，谢天谢地，刚才我还以为把它弄丢了呢。它的确具有魔力，我感到有一种……塔尼亚，小心，那是胖子布拉特拉特。放开我，你这个傻大哥，快放开我。是他，布拉特拉特。我来救你，布拉特拉特。快追上他，准备好降妖器，艾迪。抓住他，杰克！小心，胆小鬼！我妻子肯定不会相信这个的。谢谢，请把桂冠还给我。这桂冠是这个恶心的家伙从我们这儿偷走的。从你们这儿偷走的？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呢？除非是你们偷来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我们偷的，把它送给我们的人是凯撒。凯撒送的，真是笑话。不骗你，还给我们吧。我来告诉你们，要重新得到它并不难，
只要你们能赢，他将作为明天马车比赛的奖品。看样子我们必须造辆马车了。可以用我的货车。你看了 Tracy， 你能把他的车变成一辆比赛用的马车吗？没有问题。马车比赛，你们这些笨蛋干不出一件好事。要不要我们为你偷一对好马来头？不，我只要你们做我吩咐过的事，让吉比车飞不起来。他的马库斯潘托莫斯还在罗马，而他的马车是古代世界中跑得最快的。那些降妖队员遇到他只有哭着认输的份儿。有了魔王送的机器马，我不会输的。特别是跟那些破玩意儿比。你们就驾着这种破烂车来比赛吗？哇哈哈哈哈！别理他，我们会赢的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加油 Tracy， 我们落在最后了。漂亮的姑娘们，让我们教教 Marcus Pantamos 怎么样赛马吧。哦，真是见鬼，你们快看 Marcus 的马。那是用钢铁做的。对，是机器马。什么是机器马？这个你别管它了，让我们试着追上它。你们超过了一辆车，又超过了一辆车。他们向我们逼近了。现在是最后一圈了，塔尼亚，让我们冲刺吧。嘿呀，快点，再快点，快点，再快点，我要让他们慢下来。不好，我们的轮子掉了。 Tracy， 快点儿。没问题，我来了。坚持住 Tracy。 我们曾经用这个做披萨饼，但凯撒的桂冠更重要。试试这个。它能管用吗？它必须管用。小心，它又袭击我们了。它打中了它自己的马。Tracy，如果你能修好轮子，我们就赢了。没问题。嘿呀！他们正在逼近，我相信他们会赢的。加油，杰克！加油，汤尼！加油，快全！哦，那些该死的降妖队员！你肯定这么做管用吗？告诉你，用这万能胶水，他们要把吉比车弄出来，就得在古罗马再待上整整十年。啊，我在这儿恭候你们多时了。胆小鬼，我们被粘住了，都是你不好。多谢你们来为我解闷儿，现在该给你们好好洗一洗了。灭妖喷剂，我讨厌它。啊，不，我早就说这会有麻烦的。这是马车比赛获胜者尊贵的凯撒。真有趣，这顶桂冠连同你们看上去非常眼熟。一点不错，您都见过，可是您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会到这儿来的。我很高兴把这顶桂冠再次授予你们，你们赢得了它。万岁，凯撒！哦，我喜欢这欢呼声。嘿，你们好！在今天的故事中，老魔王以为他可以通过窃取凯撒的桂冠来统治世界。不错，
这柄桂冠可以让你了解过去和将来。可是要想知道过去和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还有一条更好的办法。哦，是吗？什么办法？它就叫做知识。要想得到它，不需要任何魔力，它装在书本、图画、音乐和戏剧中。知道我在想什么吗？你总算说对了一次。